是陆雅琴，我已经到洲际棒球场啦。现在呢是早上9:30，那等一下我们女孩要先进行开场的排练，所以我先去排练了。今天也是大晴天，准备排练。坚持到底，半夜三月休要是你。
动。来手背后，吴彦祖、王威成，生命感觉好玩。董子明星王威成。恭喜元气来排，元气来排开。
我们就可以为了女生开心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请问女生的示范。餐厅。